子涵，主神有令，捉拿妖神天喜，只要你率妖族退回妖界，神界绝不会为难妖族。你做梦！我妖族向来只听妖神的命令，与妖神毁灭下界，妖族也会难以留存，你何苦助纣为虐？废什么话！要打便打！今日除非从本君尸体上踏过去，否则谁也别想进怨灵沼泽半步。 妖族何时出了这么个半神？他体内有天启的本源之力，看来天启是以万年神兽作为代价，催生出了这么一个半神。虎族首领森简，愿当先锋之责，抵回战至最后一刻。子涵，神尊并不想与妖族交手，由不得你。 面试阵法快要成了，他们在故意拖延时间。那我进去劝他。连上古也未能让他回心转意，你又能如何？一炷香，我只要一炷香的时间，你相信我，天启一定不是只苍生于不顾之人，我定能劝回他。好，我就给你一炷香的时间，到时候无论结果如何。 我都会亲自去见他。好，他背着众人私入渊灵沼泽，莫不是与妖神有所勾结？若是我寻到他二人勾结之证，阻止灭世阵法，倒是神界还有谁敢瞧不起我？ 开始消散了！再不行，估计来不及了！冲啊！ 神妖本不该为敌，众神听令，护住本源，切不可再让灵力流失。